未開聲。好，重新推廣過啊。咁啊，今日咧嚇，咁啊，咁啊，做啦，好，咁啊，多謝大家嘅支持，好，拜拜，拜拜。好，嚟到第二節啦，咁啊身邊啊嘛就即係咁啊佢換咗人啦，唉咁啊霸氣哥啊泰哥啲換咗咁啊換咗咁啊阿齋老尾啊咁啊咁啊啤你要去開好重要嘅會議，咁係咩會議我唔知，大家都可以訂閱咁啊試下聽都幾有趣嘅，其實好少啦，同埋大家中意泰哥嘅嘢，由泰哥開始接觸埋佢講其他唔同嘅 topic， 因為有時揾啲嘉賓其實真唔容易喎，跟住佢嘉賓有啲嘉賓喺各方面可以講得咁啊深入啲，大家咪可以聽得多啲嘅。好，咁啊下一節啊，下一節都有其他嘅嘉賓啦。摆到得系，好咁啊！嚟到啊嘛，佢第三节啦，咁啊身边咁啊，每一次我都想带唔同嘅即系咁啊男女嘉宾啦，咁啊都有女嘉宾配俾大家，咁啊出咁就呢度，咁啊你睇住出咁就 OK。镜头走嗰个见唔见到啊？嗰个咧个镜头咁啊就影住。咁啊身边大家都好认知啊，咁啊阿仪啊嘛，摄影仪。咁啊好事啊，不过阿仪我哋会分两次，剩翻住一次嘅。但系你暂时可以佢讲好先，咁啊俾你佢饮啖水，我哋下一次就继续问其他问题啊。哦，好啦。好咁啊，嚟到佢第四節啦，咁啊，即係身邊除咗阿儀之外啊，咁啊都一樣會有阿方哥，咁啊陣間會介紹，咁佢都我哋即係呢個台嘅其中一位咁啊好幫得手嘅朋友，即係你講啊呢兩年或者呢幾年識咗好多朋友嘅，咁我都有咁啊呢個朋友方哥，我識咗佢啊好多謝，等住先啊，好我哋陣間咁啊都仲有唔同嘅嘉賓。
好啦，咁啊嚟到第五節啦，咁啊雖然即係頭先阿怡都想繼續講落去啦，不過就希望有朝一日佢殺出荷里活嘅時候咧，我又就再訪問佢啦。好快㗎啦！我哋下一節啊，繼續去向阿 Lawrence 同阿 Gary 去請教，請教再見，多謝請教。咁啊，身邊啦，中間繼續有即係無奇不有嘅 Gary 啦，咁啊見到阿五爪都將即係佢哋 YouTube 頻道個連結擺落嚟，咁大家即係信號都訂閱咗嘅，但未訂閱都可以嘗試去訂閱下啦。咁今日好多謝阿 Lawrence 好多謝阿多謝 Gary 啦嚇，咁啊都成差唔多八點半啊嘛，咁知道多啲咁啊支持咁啊 Lawrence 同埋 Gary 嘅節目啦，都要支持啤梨頻道，上嚟買下水，一定要買嘢啊！好，好，多謝曬，拜拜。